这个鸟的名字叫天子。不久后，曹操又把一只鸟关了进去，它的名字叫刘琮。如果主公归降，主公也会被曹操关进这只黄金的笼子。主公啊，你想想看，一只笼子关进去三只鸟，岂不是太急了吗？自己吗？你这番话要把我的心都刺穿了。完全可能，因为这是句大实话。哎呀呀呀，孔明先生。子敬兄，孔明今天真乃是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，好不精神呐。江东天灵地秀，群贤毕集，我若再不光彩点，有何颜面见贵主公啊？哦，孔明啊，切记在我主公面前千万不要说曹军兵多将广啊。理解理解。好，请。请。这是江东长史张昭、张子布。啊，在下江东微末之士张昭是也。久闻先生高卧龙中，号称卧龙，自比管仲、乐毅，莫非真的有此比吗？这只是在下生平小可之笔，先生不必在意。哦，听说刘使君三顾茅庐才请得先生出山，之后刘使君如鱼得水，准备席卷荆襄，独成霸业。哎呀，如今荆襄九郡已落于曹操之手，敢问此时此刻，鱼在水中还是鱼在汤锅？我主公若想取荆襄，那是易如反掌。刘表曾再三相让，我主公不忍取同宗基业，这才让曹贼窃得荆襄。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如龙入海，凤腾空，别有良图。子布先生勿虑。哦，先生自比管仲、乐毅。管仲者，相助齐桓公，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乐毅者，扶持若烟，一鼓作气，连下齐72城。此二人堪称兴国济世之才也。而先生呢，苦坐草庐，笑傲风月，除抱膝吟叹之外，别无所长。刘使君未得先生前，上门割居城池，自保有余；得先生之后，则剖兵弃甲，望风而窜。上不能报天子以安庶民，下不能剿贼军而守疆土。半年不到，弃新野，失樊城，败当阳，走下口。
创皇南北，陆路东西，竟无一寸立身之地。在下直言相告，先生雅量，盼勿见怪。鹏飞万里，燕雀不识其志。我本以为燕雀应在林间，没想到今日都聚于廊下。我主刘玄德却曾败于汝南，托付于刘表，事实兵不足万，将至关张。然而当曹操率50万大军杀来时，我主于博望火攻白河用水，致使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10万兵马片甲无归。即使管仲、乐毅用兵，也未必过此。当阳路上，后有追兵，前有大江，20万百姓扶老携幼追随我主公，日行至10里。我主公宁受刀剑也不弃百姓，如此仁义之君，百世以来，足下可曾听说过吗？然而，却有夸夸其谈之辈，闭目塞听，视而不见。如论沽名钓誉，他们无人能及；如论临敌用兵，他们却百无一能，只能贻笑天下。曹操拥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龙骧虎视，欲鲸吞江夏，敢问足下有何良策？曹操收袁绍以拒之兵，劫刘表乌合之众，哪怕他号称百万千万，我也不惧。足下军败于当阳，计穷于夏口，惶惶求救于江东，哼，竟敢说不惧，这是狂言欺世啊！我主公仅有兵勇数千，岂能敌曹操百万之众？现退守江夏，仍与曹贼势不两立，待机杀敌。而江东兵精粮足，雄居长江天堑，却有一般风雅之士苦口婆心劝其主归降曹贼。如此看来，我主公真是天底下最不惧曹操之人了。孔明，想效仿苏秦张仪，用3寸肉舌扫平东吴吗？万万不敢。足下只知苏秦张仪乃能言善辩之士，却不知他们亦真豪杰。苏秦配6国相印，张仪2次相请，皆有安邦定国之功，绝非恃强凌弱、必死贪生之徒。而时下有人一听说曹操拥军百万，且不问虚假真实，即刻欲叩首起降。这等人还敢笑苏秦张仪吗？孔明以为曹操何许人也？汉贼，天下皆知，又何必问？此言差矣。汉传世400年，天命已尽，如今3分天下，曹操已得其二，剩下其一已暗怀归心。刘使君不识天命，逆流而行，安能不败啊？足下此话真是无君无父、不忠不孝之言。人生于天地间，当以忠义为本。我等既为汉臣，就当与贼势不两立。大汉已传世400年，为何不能再传世400年？如果不能，就是因为有了足下这样无君无父之人，坏了大汉天下也。嘿，哎呀，孔明真是当世奇才呀！各位先生，如果口舌相难，就不是待客的道理了。敢问老将军名讳？此乃江东上将黄盖黄公父。黄盖将军所言，堪称这条长廊上最明白的话。主公有请。请。请。孔明切记，千万不可言曹军兵多将寡。理解，理解。
孔明远来令我大感欣慰，昨夜喜不能寐啊。我主刘玄德托在下拜见孙将军，赞曰孙将军少年英主，南天一柱。啊，先生请入座用茶。啊，谢座。卢子敬多次赞扬先生的雄才大略，今日幸得一见，我年轻稚嫩，还盼先生多多教诲于我。哦，不敢当，在下自踏入江东地面起，每时每刻都在饱受教益。哈，刘使君在新野博望等地屡屡曹操激战，不知曹兵兵马有多少，战力究竟如何？既然是明公亲口垂询，在下不敢相瞒，只能直言禀告。明公，曹操的水军、步军、马军总计约100余万。百万之众，这其中会不会有诈？无诈，容在下一笔笔算给明公听。中原大战之前，曹操就有青州军22万，灭袁绍后得齐军50-60万，即使算他裁去10几万老弱，也当得45万精兵。之后半年，他在冀、并、幽各州新练兵勇38万，荆州归降后，曹操一旦未发，即得荆襄水陆三军33万，综上所计，曹操兵马不下于140万。我说百万，是怕惊吓了江东诸贤。但明公垂询，在下只能直言相告。哈，曹军战将究竟如何？曹操在战表中吹嘘上将千员，那是说谎。但能征善战之将大约有300位左右，其中当今一流统兵上将约30位左右，我略举几位。曹仁、曹洪兄弟，夏侯兄弟，许褚、徐晃、张辽、乐进、李典、张合，都堪称当世名将。曹操取荆襄之后，别有远志吗？曹操沿江下寨，打造战船，训练水师，战表铺天盖地而来，他不图江东，又当如何？那我当战、当和还是当降，请先生为我一决。在下有一言，孔明公不肯听从。愿闻高论。10年前。董卓篡逆，致使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。孙将军父兄与我家主公都是在反董秦王时崛起的。如今十分天下，曹操独占7-8，剩下仅2-3，留给其他英雄人物的用武之地已然不多。因此，我主公不得不退居江夏，以待时变。请明公自己判断一下，如果能率江东兵马敌曹操举国之众，那就与之战；如果不能，就应当按甲戍守，向北而败。北败是和还是降？和就是降，只不过说起来比降好听些吧。你主刘备为何不降？我主公与明公不同，他是汉帝之后末世英雄，哪怕天崩地裂、乾坤毁灭，我主公必然殉天而死，断断不降。